爸爸，孝顺是什么？常年在外经商，难得与父母团聚，我这个恶媳更与我二老不睦，但是我万万也没有想到他竟会为了这点小事而怀恨在心，趁着婷儿返家之时，把毒药放在婷儿最爱吃的鲫鱼汤内，活活的把她毒死了。大人啊，我婷儿死得冤枉啊！大人，韩刘氏，明夫在。你将昨日为潘婷烹调鱼汤的种种经过，详详细细报与本县。我家相公平日在家的时候，最爱吃明夫为他煮的鲫鱼汤。昨日下午，因为赶路误了重饭，明夫趁他与公婆聊天之时，就到城西街尾杨二的鱼摊那儿去买鱼。回到家后，就赶着进厨房，把鱼下锅给煮了。明夫自己还依平常的习惯尝了几口，约莫过了半个多时辰，才把鱼汤端进饭厅。我家相公吃过鱼汤之后，说想找点休息，明夫就将床铺打理好，让我家相公安歇。当夜我并没有觉得有任何怪异的地方，只觉得我家相公睡得极沉，直到清晨醒来，才发现我家相公早已暴毙多时。起来了，相公，相公，你说话，你说话，大人，小儿冤死啊，还望大人明断。还小儿一个公道啊，大人！大人，我家这个恶媳，平日既与我二老不睦，早已怀恨在心，所以他才下定了决心谋害小儿。求大人做主，大人做主，大人做主啊！求大人做主啊！求大人做主啊！你二人突遭丧子之痛，本县自然明了。至于韩刘氏是否真为元凶，仍有诸多疑点尚未查明。来人呐，是，先将韩刘氏押入大牢，听候审理。是。
退堂。谢大人，谢大人。你逃不掉，你会有报应的。什么人？大人，于坚是个好媳妇，小民的冤死不是他的错。你是潘婷？是，大人。小民命寿早有天定，但云心他的名节却不该因此而蒙冤不白。大人明鉴，求大人明鉴。潘刘氏，你若是清白的，那么真凶又会是何人？哎，云仙呐，真是个好媳妇儿。就是潘家那两个老人家，嫌云仙出身低呀，挑三拣四的，看着她做什么都不顺眼。哎，哎哎哎哎，我的了，我的了，我走下。哎。潘老，我这将军，我说潘老，可连输四盘喽。哎，是你催得太紧，我没有想清楚啊。哎，不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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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看，都这么大把年纪了，还耍赖皮，输了就输了嘛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一口不能算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的手，我的手怎么样了？你自己没长眼睛，还怪我的手？哎呀，我说潘老啊，云仙也不是故意的嘛，啊，这，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这盘不算就算了嘛，啊，你以为是哪家的少奶奶呢？倒杯茶那个苦命相，告诉你，我们潘家不稀罕这一套。好了好了，潘老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嘛，啊，好了，这盘不算。啊，再来，为什么不算呢？啊，输赢乃是这兵家的常事啊，我又不是占便宜的人。来，再来。好，好，好，就依你，就依你啊！来，我看这间世家有蹊跷，咱们这条街啊，前前后后老老少少，就能相信啊，云心会做出这种事情。倒是啊，他也忍得住公婆的刁难。哎呀，我们倒是觉得奇怪，他哪来的这忍耐性啊？要是换了别人，早就闹翻天了。哎呀，县老爷啊，要是判他有罪啊，那才是老天没眼呐。你可知潘婷平日可曾与人结怨啊？哎呀，不会的啦，哎，不可能的。潘婷啊，住着我们这儿。人缘呢可好得很，他又不常在家，怎么会跟人家结怨呢？哎呀，倒是怎么会有人下这种毒手呢？Thank you.
找到你了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云溪，我的好云溪，你受苦了。我们走，我们离开这儿。你要去哪里？去找阎王爷，去求阎王爷，让我们下辈子还是做夫妻。不，不能见阎王爷。为什么？云溪，你不能死。你还有满腹的冤屈还没洗刷，你不能死。求大人成全，求大人成全。可敬可佩，街坊邻里都说你是个孝顺的儿媳，果然不差。幸而本县未断下冤狱，潘喜，你可听得明白？小的听得明白，小的羞愧难辱，小的与老齐今后必定善待云仙，视同己出。你二人有这般孝顺的儿媳，是你潘家的福气，今后需以礼相待。多谢大人的教诲，小老儿必谨记在心。本县总算是了了一桩心事，你三人回去之后一定要好好团聚，勿再生事。退堂。云溪，爹错了，爹对不起你。老伴儿，我们向云溪赔个不是。不，爹娘子，万万不可，媳妇担当不起。我的好媳妇，你真的不怪我们吗？娘，我怎么会怪你们呢？要怪就应该怪我，怪我这糊涂老头子。谁都不怪我们，我们一家能够团圆，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相信潘婷地下有知，一定能够谅解。公婆翁姑，虽非亲父母，亦是长上；女婿儿媳，并非亲子女，同是家人。而孝敬友爱之心，应不分彼此，是乃真孝也。